天使之卵，作者艾丹·塞门斯。天使直升卵中需找一处栖息，在某座大楼的隐秘角落，在古教堂的木屋顶。天使孵出的时间比诗歌创作更长，比病毒那不安又寡断的蔓延更长。另一个世界止于卵中，那不需要教堂，不需相信天使的存在，人们互相分享故事，不需谎言。一个世界浮出的时间比故事分享更长，比对天使的幻想更长，比任何语言表达更长。天使一词止于卵中，需找诗歌一处栖息，在诗人家园的隐秘高窗，或许出现得坚定又果断。